啪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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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
哎，我牙齿谁不知道啊？咔嘣咔嘣咔嘣，没一个。我来，咔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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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咔。我的妈呀！哎呦我的妈呀！争夺收视率真不容易呀。哎，我牙齿谁不知道啊？不就是刷牙吗？看你满不在乎的态度。哎，我牙齿不就是刷牙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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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好疼啊！好疼啊！哎呦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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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枪有蛀牙，蛀牙，蛀牙，蛀牙！我天天都刷牙，怎么还会有蛀牙？哎呦呦，哎呦呦！他一定一天只刷一次牙。我才不像你那么懒呢，我每天早晚都刷牙。你知道吗？小枪一定是睡觉前总吃东西。哎呀，嘎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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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砰！呼呼呼！经常吃零食，特别是睡前吃糖或糕点，对牙齿危害最大。没有，我绝对不允许小香睡觉前吃东西的。哎呦呦，我牙疼得好厉害呀！为什么王小香天天早晚刷牙还是长了蛀牙呢？这真是一个谜。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节目小强的蛀牙事件有了新进展，请看大屏幕。让我们来看看小强是怎么刷牙的吧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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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天哪，小强刷牙时间为2秒钟。两秒。天哪，小强刷牙比摊个煎饼都快。这个速度可以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了。这样刷和没刷有什么两样？难怪小强长蛀牙。其实我也是，哎呦，也站着刷牙的。虽然每个小学生都能做到早晚刷牙。叔叔，我一天刷3次牙呢。滴滴滴滴滴滴。好，刷牙不认真，牙面仍留有污垢。刷牙采用拉锯式，不但清除不了牙缝中的食物残渣，还会损伤牙齿和牙龈。牙刷不要混用，还要勤更换。许多同学都忽视了饭后漱口，一日三餐的食物残渣持续24小时留在牙缝中腐蚀牙齿，而及时漱口能够将大部分食物残渣清除掉。小强的爸爸真是棒棒啊！我是大名鼎鼎的兽医呀！呵呵呵！哼，爸爸就知道在同学面前臭显摆，也不早点告诉我，害得我牙齿的咬合面来回刷。好啦，我以后一定认真有效的刷牙。好啦，同学们记得早晚刷牙，定期检查哟。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吧。